A thunderstorm is battering the city. Stay indoors until the storm has passed.角度的变化球，你用张冠李戌棒打进到的是范国成。 高起来啊！哇，球点稍微前面一点啊，力量的释放很完整啊，球就留不住了。打到瞬间就知道这球有了。那这个是林奕泉，这个外角球主审给了。奕泉今天是两个打数，一支安打，两分打点。 球一坏球，这球打在反方向的界外区，两好球一坏球。 跟王敬明的生涯对战高达106个打席数，3×48的对战打击率。左投手杨永元起来热身，这球打得还蛮扎实的，迎上来没有接到，而且落到了他的后面，落到后面就比较麻烦了，上到了二垒。
截线想要扑这个球，但是不差几站了。对，我今天的场地比较湿滑一点哦，因为昨天还有一些积水，所以会影响到起步或者是要刹车的一个对于外野手对脚的影响比较大。打在棒头上面了，陈杰宪想要拼了，冲得非常快，最后用飞扑的方式。好，现在换代跑。那义权今天是贡献了两支安打。哦，黑豆上去代跑，叶祖轩。区上是轮到了新元旭哦，新元旭今天是三个打数没有安打，但是防守端的非常的出色，偏低的进垒点选掉。那新元旭跟王敬明的生涯对战呢，就只有一个打十数，所以看这个林义泉呢，那个超过一百个打十数。会夸张，对，三位数。对，王敬明常年是在牛棚的投手，这球打得不错，在右半边的角落附近被接到，哦，被邱志成接到。这打的是不差的一个蛮平飞的。而且落点也不错，但邱志成的守备很好，很快速的来到定位接杀。所以刚刚新元旭回到休息室，其实队友也鼓励了。对啊，打得不错。他就问到的是戴佩峰，今天也出现了两支安打。他是那种拉打型的捕手。那邱志成他的防区跟垒线。有很大的一个空档，哎，对，中左外也都比较靠近左边，那右边就是靠邱志成防守。一个球走外角，这球是不是拉到那边去了？赶紧攻底下，你们神，就打到了那个角落。也使得戴培峰呢是上到了二垒，这个二垒安打带着打点，富邦呢是又下一城6-1。今天戴培峰所有的球都打在右边了，对，所以刚前次有提醒过，有提到了那个站位啊，就看邱志成的那个站位啊，他站的是偏中间那条防线。那现在投手教练出来已经是要换场上的后援投手了。那么在场面上热身的杨梦圆要紧急的上来接替投球，你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一局富邦从范国成的安打、林义泉的范国成的全垒打、林义泉的二垒安打，再加上戴培峰的二垒安打，连续的三支长打的安打呢，也把第一任后援投手王继明给打下场。现在换上的是杨孟源上来接替，在这一季出赛的13场9.1局的投球，2.14的每一局的被上垒率，3.86的投手自责分率，当然很针对性的要面对左打的王思聪。对，最近的登板都是短局数。好，第一个球在左打者的外侧。良好球，没有坏球，一个外角，一个比较高角度的速球啊，很快拿到两个好球啊。这球打成了游击方向的滚地，跑百米的速度，但是球先到，结束了富邦在第7局的攻势。但是富邦呢是又攻下2分，目前6-1，富邦领先。全新的主题球衣，还有这个非常帅气我们银轮风的帽子。同时呢，在礼拜六进场，好不好？拼命的有价票券，将可以拿到这个我们大家非常期待的钥匙圈。上次有介绍我们的消毒酒精喷喽，所以这次呢，礼拜六可以拿到钥匙圈，数量有限，记得凭你的有价票券，赶快来现场拿走钥匙圈，拿走我们的消毒酒精罐，以及买走身上的主题球衣哦。当然，比赛还没结束，我们继续来帮悍将来加油喽！今天在进攻端呢，还是展现了非常稳健的一面呢。那么在单局，在刚刚第7局呢，富邦打出了3支长打的安打，也包括了捕手戴培峰以及林义泉，这也给了江少庆这场比赛呢，已经是到达6分的得分的这个协助了啊。好，继续的攻击好球带。这半局续投就是因为用球数，今天是蛮精简的。没有到90球。这球打得很平，又是越过了游击防区。哇，林敬凯今天真的是很少数啊，3次打击都打这个方向啊，游击防区。然后呢，2次越过了游击的上空，1次被游击手没收。对，挑战3次，有2次成功啊。那因为球在内角啊，顺势的挥击啊，很容易就把球带到这里。其实从第7局开始就有一些球飞到外野。对。那在第6局的时候，吴金龙也打得很深远，就是教练团应该有注意到的地方。对，王伟勇现在也起来热身了。进入到第4轮的第1棒啊，邱志成。三个打数，一支
支安打。这球也是打一个反方向，但是接杀出局。这一次在处理球的过程当中，虽然又是面对一个平飞球，但是呢，王世聪在这一次的判断上面不仅是非常的迅速，而且完全没有受到光害的影响。这个角度最怕就是被灯光给影响。哎，第一波的起跑已经有预测判断的落点，很快来到这里。对，每一次的多一次的这个处理球的经验呢，就可以帮助他们啊，怎么样的去克服这种问题。启用代打潘杰凯，代打郭富林，潘杰凯2.69的打击率。上一次王思聪有受到灯光影响，其实下来詹志尧守备教练就马上稍微提醒他了。但是这种东西就是运用之妙哦，真的要到场上去你才会体会得出来。有感受过之后你就知道教练在讲什么。因为平常上一次你就讲到这个练习没办法练了，而且模拟不出来，换了一个场地可能又不一样的角度，就可能就不会遮到了。对，所以对于主场的一些环境就要很比别人要更熟悉才对。好球，一坏球。快速起跳球挡得很好。稍微做调整啊，不过也是好球。江少庆球数领先。球稍微外侧高了一点点，这个球忍得住不容易哦。两好球，两坏球。球出了界外。江少庆这场比赛的投球呢，已经是进入到第八局了，目前投了7.1局，也是他今年球季先发吃的局数最多的一场比赛。今年在前面的6次先发，曾经在面对乐天桃园投过一次7局的先发，今天已经是超过了7局。但是收掉传二垒封杀，再到一垒，干嘞！这是一个6-4-3的双杀，这个双杀守备呢也就结束了同一师队的8局攻势，还是1-6落后。是风马汉家，你想怎样？穿越山林，不用霞世，是生命，早就没希望。我们是风马汉家。
今天先发了八局哦，退场的时候呢，跟教练林教练呢做了一番沟通，同时呢，戴佩峰也在场边上握手了，那就表示这场比赛，先发八局的任务非常完美的完成了哈。那三垒手呢，现在是由刚刚代打郭富林的潘杰凯上来接替。这球打成了界外，打地区上呢是黄胜伟，黄胜伟刚刚策动了最后一次的这个双杀哦，不好接，因为第一时间没有进到手套里面。对啊，打在手掌的旁边啊，但是他拿球没有影响哦。插棒被捕到，两好球没有坏球，觉得有点可惜啊。设定的球路进来，但有点追到坏球，比较偏高了。打在三垒的界外区，最后那个双杀哦，他接的是用身体稍微把球给挡住，然后球给张伟伦。是这个有跪在那个接球的位置，哎，真的哦，不能够一天到晚被别人打呼啸领空了，也要打一个呼啸对方的领空了，形成了安打，这个球是越过了林进凯的防区哦。黄帅跟林进凯这是往内互打。看着球飞过去，有熟悉感，真的哦。啊，王胜伟今天的第二支的安打，大家听到的是庄伟恩，庄伟恩今天三个打数没有安打，这球进手套，哇，双杀手背，哇，真的是你那声哎呦喂啊，好贴切，打得不错，真的打得不错，但是呢，高国庆就是一堵墙。你看，教练也觉得事实上打得不错，但是被这种墙给挡下了。打者能做到的已经尽力做到，把球打墙，而且是打到右边了。国庆直接接杀之后顺势踩垒包，王胜伟回垒不及。游击方向的滚地球，林进凯传向一垒，形成了一个变相的三上三下。八局结束，富邦悍将6-1领先。
江少庆这场比赛先发八局，是他在今年球季先发局数最长的一次，用球数95，70个好球，25个坏球，6个三振，1次的4死球，只被打5支的安打，掉1分的责失分，所以他今天的自责分率会从赛前的6.20大幅的往下降。也是胜投的候选人，也是他今年球季第二次的优质先发。投手球上现在是曾俊岳，在今年球季有16次的出赛，投了16.1局，拿下了7次的救援成功。当然，这个分差呢是没有救援点的哦。但是呢，因为他的上一次的出赛呢是在6月10号，所以他也经过了5天的时间没有出赛了。这个变化球投得不差，1好球1坏球。上来要面对统一的3、4、5棒哦。今天陈杰宪也有安打。1好球2坏球。这球漂亮，位置压得很好。2好球2坏球。哎呦，比较靠身体。不知道为什么每次看到曾俊岳就会想到明星赛的票选活动。欢迎大家持续的来参与今年明星赛的票选活动。哇，这个球主审没给，出现了4坏球保送。陈杰宪今天4次打席，3次上垒。程琳上来代打，不过这也是有时候终结者在没有救援点机会的时候上场，他可能会出现的这种情况，就在控球上面呢，也许是专注度的问题，就会比较没有办法去他的那种战斗力完全的展现出来。终结者其实有一个 rotation 是他对于情境，如果是熟悉的情境，他的肾上腺素就会很正常的出现。但是那个情境如果不是他熟悉的那个情境的时候，他可能就需要一些外力的刺激。1好球1坏球。挥棒落空，这球没有跟上，在比较偏高的位置。这球打在了棒头，速度再往上加。选掉，2好球2坏球。这个球速必须要对决啊！但是又外侧偏低。下一棒是轮到陈崇廷，陈崇廷是打陈崇基的棒次。李成林的球数已满，走假跑，但是打成了界外。那现在的分差是5分的分差，所以对于统一来讲，需要的就是垒包上有更多的跑者。跑者上去也很清楚，现在分差。要进垒包都必须要是100%确定可以安全的，再进垒。
三振出局。代打上场的李成林是九上的第一个出局者，追打一个偏内侧的速球。郑俊的150公里以上的速球投在这个角度，真的很难跟上。郑仲林今天是第一次上打线啊，今年球季.002的打击率。好球进来。手套如果丢起来真的可以接到球那就厉害了，不要说接到，只要碰到球就算厉害，好不好？碰到就算你安内塞呗，好安内塞算他赢，算他赢，只剩几条胜利也了。好，拦住传二垒封杀，再不传了，因为出手的是一垒手范国成，那投手下丘呢，其实是要处理再接这个球不好接了。对，好，陈杰宪被封杀在二垒，只要再抓一个出局数，富邦就可以赢得比赛。打进的是郑凯文，这个对决就很有意思。郑凯文今天三个打数没有安打，但是呢，他终究是同一支队在打击的境况上面呢最具有长打能力的打者。在今天之前呢，他是连续四场比赛有安打，连续三场比赛打出了全垒打，走了一个内角速球，而且郑凯文的三支全垒打都出现在第七局。这只是一个冲天炮，这个冲天炮呢是范国成的守备机会，接杀出局，比赛结束。在今天开始的四连战跟统一狮队的交手呢，富邦是拿下了这一场比赛的胜利，6-1。江少庆拿到了今年球季的第一场的胜利，1-4的战绩。胡志伟吞下了本季的第四场的败战，5-4，胜利打点是林奕泉。稍后呢，我们来看看这场比赛，今天投得非常出色的江少庆是不是单场 MVP？ 马上回来。好的，各位现场，苏汉江家人，是的，在今天。
这场比赛，富邦悍将打出了14支的安打，包括了4支长打以及范国成的阳春炮。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基本上呢，在进攻端、在防守端以及在投手的表现，几乎是没有什么可以挑剔的。对，而且赛前有提到分数的缘故，还有江绍兴本身一开始要想办法投好，都做到了，所以今天的比赛过程也非常精彩，也有很好的 nice play 出现。所以基本上 MVP 在你的想法上，你会把你的这一票投给谁？ MVP 真的很难选，因为今天有蒙打场，有全垒打，但我想听听江绍庆怎么样来投球，想要听听他怎么讲。对，最我的重点，如果是他的话，是赛后访问的人会讲。好，我们的时间呢就交给 Andrew。恭喜他，5年来第一次，当然今天很幸运也穿上我们绍庆的背号体来到现场，谢谢我们的张宏祖，谢谢。这边我们另外邀请到是我们亚瑟王的李美如，来将我们 MVP 的花束来颁给我们的绍庆。接着我们就来访问一下绍庆，是的，先请绍庆来跟现场所有汉将来打声招呼。嗨，大家好，我是江绍庆。恭喜我们江绍庆在今天的赛事先发8局，用了95颗球，6K 仅失1分，也是他今年本季的首胜，掌声恭喜他。当然也是他今天本季最长的局数，以及我们最多的用球数。来，先请绍庆来分享一下，其实在今年开始，大家一样非常期待你在悍将主场客场的发挥。那也其实也遇到了很多状况，那之前又因为疫情的关系来到2军，再次回来到我们的1军这边来进行初赛。目前你自己整个投球的状况还有身体状况，请你先直接跟现场家人来分享好不好？我觉得首先先感谢全场的球迷，然后进场为富邦加油，然后今天的胜利我觉得是属于团队的，我觉得今天表现很棒。是的，大家表现吗？刚刚绍庆提到我们胜利是属于悍将，今天悍将团队总共击出了十四个安打，戴培峰今天有蒙打赏1打点，范国成2个安打2打点，而且范国成今天他个人本季的首轰也是富邦悍将队史的500支全垒打，掌声恭喜范国成。你看到我们在今天我们三垒手戏园区有每季的演出，以及最后曾俊岳上来来进行关门。那其实，在靠着悍将，我们全体今天共同的发挥，也看到我们悍将终于在今天拿下胜利。不过今天我在荧幕上有看到，其实，在8局投完的时候，绍庆，你原本想要投第9局吗？有看到你在跟教练团讨论，你们当时是在讨论什么呢？其实是想要继续投下去啊，因为自己的比赛，然后能
还有力量就尽可能完成一整场这样子，然后拿出最好表现的回馈给球迷们，掌声送给他好不好？希望用最好的表现可以回馈给全场的球迷。大家一直很想，我们也很好奇，请问少庆，你在今年你目前你的肌肉或是你的体重有真的降下来吗？还是你真的有小一号吗？其实还好啦，因为春训的时候其实那时候身体有一些状况，然后是有体重是有下降，然后现在已经恢复正常了，我觉得接下来会更好。好，掌声送给他好不好？他的体脂肪他的肌肉不用你们担心好不好？所以希望大家继续给绍兴更多的支持跟鼓励。那我们这边再一次邀请到两位幸运的球迷，我们拿着掠夺者能量椅来跟绍兴来进行合照。是的，感谢我们掠夺者能量饮料在一整场的支持，不管是给我们场边的球迷朋友，也给我们场上的球员更多能量。好的，谢谢两位球迷朋友。接着呢，还没有，你们要进行抽奖，对不对？来，阿奇想把人家来，两位我们亚瑟传奇跟亚瑟王，我们今天谁要先抽奖呢？谁来抽？你来抽。李伟如来抽，你要抽的我们分别有可能是少庆的签名，是我们球队的帽子，以及我们 T8 的硬碟。你要选丹丹手上的盒子，还是我们珍珍手上的？丹丹手上的盒子，我们恭喜他得到江少庆的签名帽子。谢谢，来我们拿着，一起来跟少庆来合影。当然，我们亚瑟传奇的詹宏祖也得到我们声送所提供的 T7 硬碟。好的，谢谢两位球迷朋友。那待会呢，好不好也可以得到我们颁 MVP 颁奖的证书。那我们要邀请到少庆，准备来进行签名，一样会签出我们现场的一个 MVP 纪念证书，还有刚刚球迷所抽中的帽子，以及我们的签名球。签名球不只是否现场，好不好？我们 APP 以及包我们 Twitch 线上都可以来参加抽奖。重点是，我觉得在今天有另外一个小惊喜。其实也看到，在我们汉江 APP 的机器人也推出了一个相当好玩的活动，好吧？我们从第一局、第二局一直到刚刚都一直在下呛死局，所以如果有参加的，我相信你们各位也拿到很多点数，希望你们也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送给我们汉江 APP 的机器人掌声，也恭喜自己，好不好？那我们在这边也非常感谢今天少庆可以来拿到。汉江的胜利拿下他本季的胜投，也提到其实汉江全队共同的胜利。不管如何，明天后天还有我们更多汉江出场，那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进场，我们也再一次掌声也恭喜我们的江少庆，谢谢。好了，谢谢少庆。我们邀请到恭喜江少庆啊，那么获得了今年的第一胜，也获得了第一次的单场最有战力球员。明天富邦会再战统一狮队，那是罗昂会对上罗力。周末假日6月18号、6月19号这两天呢，是汉将中学主题日活动，有进场礼，有园游会，还有赛后的演唱会。我首先要请教的就是，刚刚赛后的访问当中，你有听到你想听到的吗？有。因为江少庆其实在前一阵子调整的状况他自己觉得不错，今天也完全的展现出来了，也希望如他所说状况一定会越来越好。明天呢，我们引颈期盼罗力对上罗昂。今天非常谢谢大家的收看，也非常的谢谢潘助理跟我们去看球。我是陈俊彦，拜拜。来，我们几位 Angels， 谢谢你们。
今天是哪几位铁粉席？我们准备到楼上来看一下。有。拜拜。所以你们可以下班了吗？好啦，丹丹、安娜跟庆庆。好，我就马上来去铁粉席，我们一起来欣赏三个 Angels 铁粉席活动喽！谢谢你们，拜拜。主持完啊。上台到我们的铁粉席后，他的话不多说，直接快速快步。来到我们楼上来欣赏一下我们待会铁粉席的活动。刚刚提到我们今天三位女孩分别是丹丹、安娜跟庆庆，一起来看一下她们上楼了没。好，可以看到我们三位女孩很快的已经来到我们的舞台上，好了，接下去。
位来定位一下，待会哦，未来抽张少奇。哥订阅了。